Hello， 我是带大家越来越美的 Yuki。 今天我带大家来温哥华瑞士门位于六号路的一个小农场，这边呢会有各种的蔬菜啊水果，而且呢还有猪啊羊啊鸡啊这种小动物，所以呢我女儿特别喜欢来这边跟小动物玩。走，我们去看一看小羊去吧。哇，好多好多小羊，小白的还有小黑的。看，我发现了一只什么，一只火鸡耶，哇好大哟，刚才我还以为是假的呢。哦，在这里啊，鼻子好长哦，我第一次看到火鸡呢。啊，可爱的小羊，那小场子这边都是花，这边的人很喜欢买花，每天家里的农场里各种蔬菜的水果，而且都是非常新鲜的。这个可不是姜，这个是新鲜的土豆，旁边这个也是土豆，而且呢价钱非常便宜，才9.99一磅。这边还有刚采下来很新鲜的草莓，哇，买一个回去。这个是红莓，都是刚摘下来的。我们再来看看鲜花，哇，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大棚里都是鲜花。这边，哇，是不是很漂亮？一到夏天啊，温哥华跟大花园一样，到处都是花呀，绿色的植物啊，还有蓝天和白云。也欢迎你们过来温哥华找我玩哦。如果喜欢我，就赶快关注我吧，下回不迷路哦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小时候都会背的吗？